因为有钱他就不会担心他有他没有钱啊，有钱都是拿钱挣面子，我们没钱的就是拿面子挣钱，真的。说实话啊，我也不怕，我只希望自己活得自由一点，但我也放得下自己的面子。如果穷的时候连自己的面子都放不下来的话，就挣不到钱了。哎呦，他怕我长得太帅了，给我关灯了。哎呦，感谢我那个草莓小姐姐啊！哎呦，草莓小姐姐也第一次给我刷礼物嘞，感谢感谢感谢！哎呦，感谢草莓小姐姐啊！哎呦，这一天天的好起来了，小天好起来了。哦耶！自行车流浪嘛，自行车旅行嘛，我骑过啊，吴昕哥。我以前我就跟你这么讲吧，我以前不是在那个在那个海南去过嘛，我穷游海南的时候，哎呦，装脚的福袋抢一下啊，感谢感谢，感谢小姐姐，感谢小姐姐送的这个啊，红包啊。我以前去那个海南旅游的时候就是穷游嘛，我去那边的时候我已经就买过自行车了，我花了500米去买了个自行车，结果骑了几天我就丢掉了，我带不走，因为海南上的东西很难带走，为什么你们知道吗？啊，因为你要坐船，知道吧？而且你就是说啊，把那个自行车你带到自行车带到那个火车上去，你带不到啊。你可以看我的作品啊，我以前我就是去那个海南的时候我有买过自行车啊，我还发了个作品，买自行车的时候我买了个发了个作品，飞机带走嘛，那不得要多少的行李费啊，运费你就要承担好多了，真的。你们可以看我以前去海南穷游的时候啊，真的。去拉萨嘛，我不建议啊，虽然说拉萨啊很多人去，如果说要我自己去的话，我还不如在那个半路上拦一个车，以我这个胆量的话，我去就是去大路上，我说啊组队去拉萨肯定是有人来的啊，就是我去给别人当伴啊。现实中你可能很少能找到去拉萨的，但是你去318的路上去拦绝对能拦得到啊，去318的路上去拦别人，就是拦车，比如你是去拉萨吗，我可以跟你一路吗，你不是去拉萨的，我不跟你一路，绝对有人会载你一程啊，真的。我敢不能说80%啊，我至少能说10%就有，你就有概率，知道吧？10个人啊有意向去拉萨的，你可能啊问不到，就像做生意一样，你总有一个人会同意你去啊，如果他也缺少伴侣的话，是不是？长毛可乐要弄你，我操！长毛怕过谁呀？我操！你要说可乐要弄他，说的像长毛怕他一样，我操！那真的是啊！你说的长毛像要怕可乐一样，真的。他要去干他，我操！他们要打你，要打他干嘛？别人都已经到郴州去了，啊！别人都已经到郴州去了，别人都已经到郴州去了，他怎么去打？是，而且他没有在了，他长毛没在里面，长毛没在了，368。感谢小丸子的大啤酒啊，感谢感谢，今天也算是好起来了，真的，感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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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非常感谢你们，今天也是好起来了。我想把我这个网费给他弄掉。可乐今天可乐说长毛打你，他送两包华子，两包华子，你觉得长毛会愿意吗？啊，你觉得他愿意吗？哼，两包华子都给他打发了，真的吗？小丸子这么厉害吗？秋秋不来了，不来了。我去郴州干嘛呀？去郴州又挣不到钱，我说实在的，我自己这样子播一下是不是啊，一个月挣几百千把块我觉得还好，
我去谢图那里估计还是要亏钱，是不是？在家里面还花不了多少，是不是？你怎么骗的呀，小丸子啊，过分了啊！你天天的，物业好香啊！老大安排嘛，老大安排的话那就行了呀，老大要安排我去我就去呀、啊。跟你讲，兄弟们，我实际很想跟莎莎一起直播，但是呢，在郴州总有人会捣乱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那个地方就不得行，在那个郴州就不得行，开源不了，只有节流千万。是的，是的，说的没毛病啊。咱既然做不了开源，咱就至少不能亏啊。做不了开源，只有节流和亏啊，不亏啊，节省自己的开支，真的。兄弟们呢、啊，这一天天的、啊，千万不要动感情，这个是的。生意的话肯定是的，我都说了，我以后都会谨慎行事的。如果说我真的结婚了的话，我也不会拥有感情这个事情了，真的。啊，如果我结婚了，我也不会拥有感情这个事情了。所以说我很。当下我就是希望先成家后立业，不然我可能啊这个事业的话可能要啊要被耽搁。没感情确实啊，就是没感情培养呗，培养这个都挺难的。我有个微信哥，我真的我不知道怎么去培养，我这个人没谈过恋爱呀、啊、我操。小的确实十八九岁的、嗯、这种女孩子她宁愿跟你三十几岁的一起过日子，她没有什么啊心，她没有什么小心思啊，你只要对她好，真的。但是女孩子一到二十三岁以后啊，能跟以前的人一起啊那还好，没有一起的话她都成长了，早猪猪去绝绝嘛。哎呀，你听听哦，嗯，算了，我自己过好自己的，兄弟们，我过好了，身边的人都多得很，笼络过来的特别多，啊，真的。潘哥，一天少在我直播间问这些，嗯、啊，我会回答你吗？其实我会回答你，也是因为，啊，我想跟你，想理你一下。直播间没多少人的时候跟你说一下，你私聊跟我私聊可以。哎呀，吴鑫哥，上班的话，在如果说你要我说上班，再然后在电子厂里面找，也不是说不能找得到啊，但也挺难找到的，这个很靠缘分的，真的，真的也很看缘分的，真的看缘分。哎，这东西不强求不得呀。真的是强求不得，看缘分。我很想去上一个门都上不了。去观音桥干嘛呀？去观音桥，我说实在的，我去哪里并不影响，知道吗？长毛也影响不了，知道吧？长毛他也没说要打我呀，啊，真是的，都是为了挣钱。啊，去亵渎那里不去了，去亵渎那里干嘛呀？哎。我们海哥都不去，我们海哥大公子都不去，我们能去吗？是的，相遇就是缘分啊，真的。有时候就是怎么说呢，有人给我介绍啊，就是那个人很好，但是他是异地，我都拒绝了，真的。我觉得异地的话发展起来太慢了，我等不起，真的。我需要现实中就是说不要有虚假的啊，现实中我能见过面的我会好好聊，那种没有见过面的我害怕了，真的害怕了。因为我在六三年就是没有见过面谈了恋爱被骗了，我有点害怕了。异地，哎，前面你异地谈不行的，
你如果说是啊两个人谈好了，然后你再因为异地分开了，我觉得还好。那种你前面没有谈，你就是异地谈的话很难谈的，真的。办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真的。兄弟们，一晃都要快过年了，你们看一下这个广场啊，还是有很多，晚上还是有很多。